嗨，林老师，有点酸，哎，是我们拍鸟的前辈啊，不敢。那你还出过一本很厚的《台湾野鸟手册》？哎，图鉴，哎，图志，图志啊，《台湾野鸟图志》不是图鉴，图鉴我们出不起了，图鉴要很完整。是，所以我那时候鸟书叫图志，就一画。哎，不完全的记录叫图志，按完整的记录叫图鉴，就可以让人家去鉴别的。哦，是是是，嘿，没搞的是安内，对啊，是是是是是。一般人都说，哎，行了，他也不叫图鉴，那300多种怎么叫图鉴？啊，不能让大家完全鉴别，那就没有意义。哦，啊，图志就是我的拍鸟，我的图跟我的记录，所以跟图鉴无关。是是是是啊，您客气客气。那有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你拍多久了？我拍了三四十年了吧，快四十年了。我拍照跟坐标本是互相的因果啦。刚好我一个表姐，她借我一台 Pentax， 我毕业以后还给她 Pentax， 没有测光表的，所以我的摄影。蛮扎实的，就是从没有测光表开始。哦，他相机没有测光表，就凭经验，凭那个经验值。退伍以后，我分发在云林县海边的一个学校，因为那时候反正我只求60分嘛，功课比较差，就到海边去晒海红。啊，我去了以后，哎，没多久学校办了一个。那个购物有商人带了啊，Sony 的什么什么家电小家电相机，我一看，哎呦，尼康的相机，当时我认为尼康相机尼康是最好的，后来才知道哇，太多很好的相机，但是我们蒙没去。那时候号称说德国相机一栋，哎，一台可以换一栋房子，我就买了一台尼康的 FM， 哦，开始有测光表了，啊，就。那买了相机以后就添购镜头嘛，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了。野花、海边的花、植物很漂亮，那你拍了以后，你总要记住记，因为我只拍幻灯片，我很少拍布片。嗯。那幻灯片上面你要注记拍摄日期、地点啊、植物名称啊，拍出来你不能把幻灯片打上去让大家看，你说。哎，这是什么花？不知名的野小花。这是什么草？不知名的野草。这是什么树？不知道。那很糗嘛，所以就开始去查图鉴找植物。啊，查图鉴找植物，最后呢，我不知道我在学校就变成自然专家。其实我是学音乐的，结果就开始斜杠人生。啊，有一天，我们一个比较有钱的老师，他家私底下又开瓦斯行，所以他有车子，上下班是开车。有一天他来，就拿一只死掉的鸟，那时候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鸟了，就黑黑白白的。他说：“哎，陈老师，我开车的时候有一只鸟飞过来撞了，就死掉了啊，也没有啊，没捞回啊，没上啊，你能不能把它做成？你主人较敖，你看咱家做标本。”鬼扯淡，我完全不会啊！我就去自然科教室去吹，哎，找到一套崭新的教材。那时候我们还有教育厅，那教育厅会配发不时定期会配发一些教具，但是那个他那个解剖刀当然很廉价，一个手术刀片连着塑胶柄的，没人会用啊。就是全心放在那里，我找啊，也有探针，也有解剖刀，也有其他的相关解剖设备。我拿来以后就开始试着把那一只鸟拨开，我才发现，哎，那么容易，因为那个鸟类的皮跟肉之间有一层油薄膜，其实一拉就开了。哦，我就把它，大概也有我有这样的天分，我就把它拨完整的把它拨开。那时候，哎，很可笑，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知识，我觉得
头骨头应该也会烂掉，就所以从嘴巴那边头骨整个剪掉，翅膀的骨头全部弄掉，就剩一张皮而已。那当然没办法做，因为你在做标本，你要保留头骨的肉要剔除掉，但是头骨的骨头要保留，翅膀也是肉剔除掉，骨头要保留，腿也要肉剔除掉，腿骨要保留，没有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做。好，再来防腐我也不会，我们只凭以前的印象说福马林可以防福马林，尸体就要泡福马林，那福马林可以防腐，就去自然科教室找一瓶福马林，把那个皮涂一涂，然后就用一个啤酒瓶把它立着，把那个皮晒干。那福马林一接触到皮肤就变硬变脆啊，当然那一只后来就没有做成。好，没有做成以后，有个机缘，刚好隔一个礼拜，我到甲仙去玩，去甲仙吃头，跟一个朋友去甲仙，结果发现，我也不知道鬼使神差，大概如果有神的话，就是神要叫我做标本，我不知道怎么样进山产店，而且去看他的冰箱，他冰箱里面有很漂亮的鸟，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鸟。嘴是红的，头是黑的，身体是蓝色，尾羽很长，就是台湾蓝雀。还有五色鸟，全绿色的，头花花绿绿的。我靠，这靠我记得像树叶胶啊！因为当时以我的鸟粗浅的鸟类知识，只认识鸽子、麻雀、白鸿，然后乌鸦，只听说乌鸦黑黑的，也没有乌鸦，因为一个师专生实在很闭塞，乌鸦。在台湾其实只要高海拔地区或者特定的垃圾，一般来说看不见。好了，就想一想，一只蓝雀才150块，我其实很贵了，因为我那时候薪水才3000多块，我就哇，看树叶胶啊，一只才150块，看秀啊，五色鸟一只10块钱，我就买了两只蓝雀，两只五色鸟。就因为它都冻得硬硬的嘛，我就带回来。回来以后，我就到台南最大的书局，叫南一书局，开始吹，吹的两本这标本来吹。有一本呢是五洲出版社，一个叫刘麦。我想，我根据那个历史，应该是大陆人写的。后来我查证了，哦，是大陆人。大陆的坐标本有两派，南唐北刘。北方是刘，姓刘的。那夏言语，以前我们一个很著名的老先生，他就是北方来的。那北刘这个是动物园，以前清朝的时候叫万生园，牲畜的牲，就皇家动物园，动物死了就做标本。南唐，南部的是姓唐的，那姓唐的这个呢，是跟着英国人。那时候英国在广州嘛，所以这个姓唐的先生呢，可能替那个英国人呢打猎打鸟，英国人在收标本，那他负责打鸟，那英国人也教他做标本，所以他的技术就留下来了，叫南唐北刘。然后我的那个我那一本书呢，五洲出版社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。五洲出版社那个作者是刘麦，而且他写的还是北方的作法了。我就买了这个书以后呢，就根据他书上描写的，我就照他的方法去配药，开始我的做标本。然后一直做，我到处去看人家怎么做，因为当时那些会做标本的。他不会告诉你，或者他说：“你给我几万块，我教你做。”那我就哪有那个钱去花这个？然后我就凭着书的做法，然后开始摸索。我唯一的优点是我很认真，我几乎一天剥一只鸟，到处去。我不做活的嘛，也没有钱做活的。我常讲一个笑话，我去山产店。看到大冠鸠活的一只卖5000，死的一只卖500，他讲嘛买死的，
而且活的东西我就很漂亮的，我们不用做标本，所以我原则上是不做活的标本。好，就开始做，然后就去偷学。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因为当时做标本的人眼睛都涂成黄色的，不管是老鹰，是老鹰当然是有些是黄色的啊，有些是什么鸟都涂成黄色，八色鸟也涂黄的，我是觉得不太对。好，我就开始想不对，我就是探索各种眼睛，我就去买透明的，那时候只有塑胶的，后来进步到用去有人说台中有人在做玻璃的，我就用台中的玻璃，当然现在是我用美国进口的，因为台中玻璃大概30年后它会裂开，它因为它里面有铁丝，铁丝膨受了氧化膨胀以后它会把玻璃裂开，所以我早期的标本有些另外我要动它的眼部手术，要把它换眼睛。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鸟类的形态我完全没办法掌握，因为我完全跟鸟类是门外汉啊，怎么办呢？就去找图片，那时候图片很少，但唯一可以找到的张万湖的台湾的水鸟、台湾的陆鸟，寥寥无几的书。那台湾的水鸟就是他跟日本人合作的啊，日本人拍的就很清晰很漂亮，台湾拍的就是只能看出大概的形象。我在想说，我既然我有摄影的底子，我又摄影社出来的，自己来拍，哇，那个路又更崎岖了。其实当初摄影是为了标本服务，好了就开始拍，啊，从先买一支400的，当然镜头越短挫折越大。后来有个人说，你空出了一支800的。他大概有一点调侃的意思，说我台机很贵哦，我就赶快去查资料，去台北打电话问，那时候没有什么那个没有电脑，所以查资料非常不方便，问到一支13.5万，刚好是我半年的薪水，加上我太太赞助50000块。我太太大概也很，她就说你既然喜欢你就去做嘛，对吧。我记得很好玩，我去买135,000，我用了半年的薪水的去给他买回来，全省第三支，而且那个编号相机编号是第一年的，一年生产150支800的镜头。我一看，哇，怎么那么大，当然现在看是小的，当时看哇啊，这是没那布，没那布，而且它有一个铝箱，很漂亮的铝箱。好了，我又不敢带回来，不敢。我爸如果知道我花半年薪水买一支镜头，就没戏，因为那个分解铝箱偷偷的，以后带回来，那个镜头用包的包回来，反正久了它就没就这样回来。回来以后，我问那个相机老板说。这边用什么卡给？我那时候完全没有这种经验嘛。伊讲哦，他就介绍一个十里库的黑金刚，这个应该有高啊。结果拍半年断头。他那个冷昏达，他那个相机又重，杠杆原理的灯头下一盖，灯头料后来才去哇，原来竟然还有那个机手的那个大的镜头哇，开始。添购器材，才一步一步，真的是陷入泥淖，一直行一直清下去。好，就开始拍鸟啊，因为我的镜头长，所以我拍的就比人家好一点，比人家好，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鸟会常常会放幻灯片比较，你架好，别让它等，而且我用头脑，稳定度不够，我就加托架，全省第一个加托架大概就是我。我就想说，只有一个支点，那两个支点是不是更稳？哦，平均分担，我就请朋友，那个陈文秀，做了一个托架，很粗糙，但是很实用，哦，就做。然后现在当然托架是标配了，自己台湾人都自己加托架。然后我就很努力，而且用头脑，因为我看幻灯片，
每一张都漂亮啊，就像现在拍鸟的在电脑上都每一张都让我惊艳啊，但是如果实际上原图，因为电脑解析度很低嘛，你真正要比的是洗成照片来比。哦、我换幻灯片的时候都很漂亮啊，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讲说，哎，你要拿放大镜看，用十倍的，我更惨，我用十五倍的一看，哇，里面都晃动。但、就是后来我会用托架的原因，一捆幻灯片，干那三四张会使的，啊，你放到墙上，每一张都很漂亮，都很好。后来我就丢啊，怎么样的，就努力让自己的东西，我觉得我的个性是，我要做什么事，我要做到让我自己满意，啊，我自己满意还不很不容易。好，阿德，安呢，这条路就这样走。走到民国八十四年以后，野生动物保育法成立。野生动物保育法成立以后，好像当时不得一颗罚金，所以我很多朋友都牙关，因为他们也不懂什么鸟，什么是保育，因为都修交啊修怪子，有人退来伊就修。哎，保育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看，这条保育类，来抓上法院判刑两个月啊，就关两个月。我收这些碳也没多少钱，所以一家一家不收鸟了，所以我的来源就少了，来源少了。另一方面，我拍鸟，因为我很认真在拍鸟，我有小成就了，啊，我就开始重心就转到拍鸟上。其实一个人只能专心做好一件事，你说我又像有些摄影朋友又要拍植物，又要拍什么，哦，又要拍蛇，晚上拍蛇，白天拍鸟。那完全我觉得做不好。你拍鸟你就专心拍鸟，你做像我现在我就后来标本大概我二十年，我翻因为我标本都有做账簿嘛，我后来就专心拍照。我二十几年我翻我的账册，二十几年没有做标本，我有二十几年大概一年只做一只，有可能做到一只哦，很稀有的我没有做过啊，就想做啊，平常就没有在做标本，就专心拍鸟的美湖啊，怎么还会有时间？因为你做标本最少也要花四五个钟头了，啊，做完以后都很累了，因为你要专心做完，那你没有时间说我又要拍鸟又要什么，我把全心全意拿去拍鸟。好，后来因为我家堆很多鸟，我四楼阁楼上堆鸟。那时候很穷，每一只鸟我都替它穿塑胶袋，因为没钱嘛，只能套塑胶袋套啊，上面都是灰尘。那一个朋友在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的，他就来看了，看完以后他就说啊，你放底下营养做科学，你干脆卖给我们博物馆。我想一想，我可能不会再做了，所以我留了八十个标本，将来。要传给子孙中，因阿祖、因阿公一样做标本。我留了八十只，当然会有实行这个比较特殊、比较好的，我留一点下来。其他的全部整批三百多只鸟，我那时候有四百多只，整批超过三百多，全部一起卖给自然科学博物馆，那就卖掉。那他还给我一个感谢状，因为保育类不能卖，所以保育类我是捐给自然科学博物馆，所以那个他给我一张奖状，捐赠，啊也卖，然后就卖掉了，就唯一卖一次了，结果就被传说我是在做鸟，在我把我变成商人了。其实我当初做标本的初衷是因为，第一个我触动了做鸟，第二个我知道说台湾人不收标本。台湾人认为到处有灵，所以台湾人不收雕像，不收标本。那外国人像特别，我那时候了解的是发射鸟，有很多人简单的剥好，就像我们以前在印尼买天堂鸟回来一样，我们皮剥好了都外销到日本，或者我们做好了到外国送到日本，尤其是灰面狂鹰，日本人喜欢鹰，所以。大量捕杀灰面狂鹰，都做成标本流入日本。我就在想说，我用我的时间，我收集替标本，把那些鸟类标本留在台湾。我是这个初心去做的。
后就拍鸟以后结识了很多人，啊，也开了我的眼界。尤其是我那时候有一天台北鸟会有一个许建中带的，他说：“哎，我带一个画家来找你。”那他就带着画家来，那个画家就杨恩生，他来了，看，哇，我们民间做的标本。其实我做标本，我觉得大概神叫我做标本，我做起来我就觉得比一般的标本好。虽然当现在回来看以前的标本，其实也还不错了。我大概有这样的天赋，就发现他一看，哇，怎么那么多标本？说，哎，我下个礼拜再来拍，再下来拍，可不可以？我说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那时候正开始受到刘彦明的启发，要做生态画。他本来是画，前一阵子是画静物。刘彦明介绍你来画鸟类，所以他开始进入生态的领域。啊，他找没有资料，找他太太做标本，那个根本不行嘛。啊，他一看到我有标本，哇，他如获至宝。第二天，下个礼拜约好时间，他就跟他太太一起下来。好了，就到我家，就拍标本，拍完说能不能借他标本，我二话不说让他自己挑。啊，他就挑了一批，就那时候他是跟华新丽华合作，他就挑了一批标本放到华新丽华的华新大楼。哦，他有一个工作室，我就借给他。一毛钱租金也没收，我觉得我看到他的作品嘛，我觉得哎，他好像是台湾画的非常好的，可以走向国际的画家。那我觉得我有义务帮助他，我就把标本借他，完全一毛钱租金也没收。啊，后来我们就变朋友，他有时候会跟我租片，啊，他也很有趣，他说哎，那是我跟你租一张幻灯片，哦，他需要什么鸟，他就跟我租幻灯片。他也不会去印，他只是拷贝一张他作画的参考，啊，1000块哦，好，啊，后来再过一阵子说，哎，我现在没钱，500块可不可以？我说可以，他需要什么我就挑就给他嘛，因为我鸟类也种类也蛮多的，还有说，哎，我现在完全没钱，你能不能我需要什么画可以给他，所以他就觉得对我有所亏欠。那我因为我对他真的是很大方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帮你儿子画一张画。”我一想，你帮我儿子画，我说，你如果要真的感谢我，你送我一张正式的画。你帮我儿子画，我将来很穷了，我也不能把我儿子的画像拿去卖掉啊，那没用啊。你送我一张正式画，他就说：“好啊，但是他画债很多。”那你排后面好不好？我说没关系，只要你还没死，我还没死，我们把这个契约完成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到1991年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想不想到青康藏高原？”那时候我们还是青康藏，其实是历史名词的，不是地理名词。现在因为中国大陆把西康省并掉了，变成青藏高原，那我们还教科书还写青康藏高原。他说：“要不要到青康藏高原？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当然有兴趣啊，啊，他说：“哎，那抵那一张画好不好？因为他的画价应该是蛮贵的啦，抵画价当旅费。”我说：“那不去。”好，后来他就啊、哦，他就说：“好好，那画更延后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没关系啊，我跟你讲过，你还没死，我还没死之前完成契约就可以了，完成这个承诺就可以，没有契约。”好，我92年就跟着他，一毛钱没花。就跟着他到中国大陆，那完成了全世界第五队，台湾第一队到长江源头。隔年93年就出了长江邮票，长江风光邮票。好，在隔年中国大陆立刻出了黄河邮票，然后从此到目前没有出长江邮票，因为长江已经被台湾做掉了。
他立刻赶快，他很怕我们又去把黄河给做掉。很好玩啊，这两岸有时候那种内纲。一个叫陈威胜的博士，博士生，他在美国读博士，他研究的是那个恒春半岛的凤头苍蝇的巢位分析，反正他的题目就是研究凤头苍蝇的繁殖。他很用功，他把所有中那个恒春半岛所有的猛禽都调查了，所以他找了很多大冠鸠的巢。那我那时候大冠鸠的片子只有六张，很难拍。那时候大冠鸠觉得很少，很难拍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很好拍啊。所以我很急需大冠鸠的片子，我就拜托那时候屏东鸟会的袁瑞云袁老师，我说：“哎，你能不能跟陈威胜讲，请他带我去拍大冠鸠一个巢？”结果呢，那个陈威胜很慷慨的答应了，答应。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不准修巢，就是不准去把巢位的树枝给修掉，其他呢就可以。我说好，没有问题，我就跟着他去。他就带我去了。那去了以后呢，哇，我就开始拍。那时候我对大冠鸠的巢也是毫无印象，也毫无知识，不知道怎么样。去的时候那一只幼鸟已经很大了，差不多快离巢了。大概在，如果以我现在对大冠鸠的知识，大概在半个月就离巢了。然后去拍，拍完了以后呢，我就立刻打电话给王家雄，我说：“哎，陈威胜带我去拍大冠鸠，那你要不要拍？你要拍的话，你可以去找陈威胜，因为虽然陈威胜。”没有说我不能带人去，但是我觉得要有伦理，我要请王家雄找陈威胜，而不是我直接带王家雄去拍，这个有一点差别的。顺利的，陈威胜也带王家雄来拍，那我也去拍，所以我拍第二次。第二次，那王家雄拍了一次以后，他就不想拍了，因为要爬很高，很危险，他觉得危险了，我是觉得还好。好，他就不拍了。不拍以后，第三次我去拍就摔了。那摔了以后，是怎么摔的？因为要进去巢位，要经过一条小溪，所以我去买了雨鞋。那我想雨鞋一般都是穿黄色的塑胶雨鞋嘛，塑胶雨鞋。我的假搞，我就买了橡胶雨鞋，嫩哎，哦，就橡胶雨鞋，不防滑，不能防滑，嗯，啊，我就躺过小溪嘛，就爬上去了。爬上去以后，因为那早上六点，我就把手机放这边。那时候我还买了 Nokia 的那个华老防水手机嘛。那因为我们野外工作，手机放这边，水就放这边。然后相机架好，遮光罩伸出去以后，扣掉到镜头那个帐篷外。那帐篷外就是因为我们在高位山呼叫上嘛，那底下我就想六点多应该鹰还没有进来。你这个帐篷是伪装帐？还伪装帐？不是住宿的那个帐。那个陈威胜搭的伪装帐已经一年了，因为那个巢已经第二年做巢。他从美国带回来那种大的蒙古包，其实顶管北高崖。弄碰掉，那个一年了以后已经被吃得坑坑巴巴。恒春的蚂蚁是非常厉害的，社顶公园那边，然后我就绕出来捡，就扶着一个树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刹那间就摔下去了，两只脚着地，朝我系我站老阿管，哦，把我们下去以后就晕了以后躺着，啊，不知道。什么时候醒来？醒来以后时间感完全消失。我摔了几天，完全那时候完全没有印象。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活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六天后，我
七月六号我要跟 王老师，我带着队要去拍黑面皮鹭的第二次去拍黑面皮鹭，到大连那边去拍黑面皮鹭啊。那我是领队啊，旅行社都找我啊，那我失踪一定会找我，一定会找。那根本不知道说三天没水三日的戏啊，我想哇，那应该没事。好了，我为什么找得到？说我为什么说是我救了我自己？因为哦，我太太就开始找人了。本来说好一天回来，因为我太太要去拉拉山啊，而且拍猛禽，我觉得就是去拍一天就够了。第二天，哎，那个幼鹰的羽毛变化不大，我可能我准备说，我出国前再去拍一次啊，就结束。结果我太太真的找，她开始找，找到范道雄范老师，范老师就打电话找王家雄，王家雄找到他以后，他就那因为陈慧胜，他就跟陈慧胜联络上了，因为他们是很熟嘛，就联络，哎，陈慧胜不见了，本来说一天会回去，结果第二天也没回去。啊，王家雄就因为我告诉王家雄这件事，我还告诉他巨细靡遗的资料，因为我们那时候都用底片的，我就跟王家雄说，社顶公园那时候没有收费，所以在一天有一颗营业板根，下面的，哎，不是营业板根，好像棋盘角，下面的车位呢，中午的时候阳光晒不到，所以你可以把车停那边啊，因为我们都早上去，所以停车场空空旷旷的。一老公啊，他的车会停在摄影停车场那，啊，陈慧胜上去看，真的，我停在那里就知道出事了。啊，而且还有一个关键，就王家雄的妹妹曾经遭遇山难，所以他知道时间的重要。前一分钟，前一分钟可能救火，后一分钟可能就抬出来了。所以8点多，陈慧胜就请我太太报案，因为一定要亲属报案，你私底下你说报案说像失踪了啦，警察不受理的，所以我太太报案啊，把我身份证年纪那个身份证号码什么都告诉他，警察就开始。陈慧胜是中华搜救总队的队员，所以他很快就召集搜救队20几个人，你别吹，就在12点多把我找到，半夜12点，我那时候已经陷入弥留状态，幻觉幻听都出来了。是，隔了多久？两天，隔了两天，两天两夜。哎，到第三天就一定死掉，因为我没水喝啊。其实哈，我那时候野外知识根本不足，我那时候想小便了，就拿一个那个，那时候因为黑起第二年的拍的嘛。前一年有人拍用伯朗咖啡的罐子，我在那边捡到，那我所有东西都不见了，都在上面。我口袋里还有一把求生刀，有开罐器，有什么，我就把那个铁罐的那个上伯朗咖啡的那个上盖给弄掉。好，想小便了，我就想说有人可以喝尿，就小便了，就把它尿在伯朗咖啡上里面，我又舍不得喝。你知道舍不得喝就放着，等我口渴再来喝。可是他们那个什么尿疗法药一出来就马上喝了，如果跟空气一接触，那里面阿摩尼亚就出来了，就完全不能喝了，喝不下去。我尝一口完全不，所以说我喝尿其实只尝一口根本喝不下去了，因为你得了没有经验啊。其实喝尿其实也是错，因为你是要排盐分排什么嘛，你喝进去还是一样，所以喝尿完全是不能求生，完全不行的。好了，两天两夜，所以十二点找到我，到那个弥留幻觉幻听，所以有人说灵魂出窍，就可能是临死的濒，有很多人濒死的经验，我也有濒死的经验，但是我没有看到，大概我的信仰不坚强，我没有看到上帝或者佛陀或者妈祖来接我。我的幻觉都是跟鸟有，跟拍鸟有关的。然后发现有人在看我，有人在观察我。哦，那个竹林里面有一个蓝黑色的那个兰花王，那个
那个黑网的那个伪装上，有人在观察我啊，什么，还有看到纸条说你的午餐我吃掉了，啊，我说你们观察我，你为什么不来救我？啊，都是这样的幻觉幻听的、啊。然后十二点啊，就有人在喊陈老师，陈老师就被救到啊，扔出来点我啊，运到南门医院，我就说。我就要求说我要转院，因为我知道两只脚断了要很久很久才会好，所以我就到台南市立医院，在我们家附近，方便家人照顾，这样就把命救回来了。哦，对，不过现在、那个疼痛那个很没什么疼痛，没什么疼痛、哎，我一只脚是那个开放性骨折，就是有一只骨头穿出来，另外一只脚是粉碎性骨折，啊，粉碎性骨折，我就拿求生刀把那个雨鞋剪破，把它脱下来，那个雨鞋现在还留在现场，剪破了。我前几年要回去平吊的时候，还看到雨鞋还没有烂完，还没有烂，我把它剪掉，哦，我就想说，外面小溪嘛，我口渴的不得了，我想爬。可是我肋骨断一根，完全没办法爬了。肋骨断一根，你根本无法用力啊！我大概个人很耐痛了，你只要不去动它，没有什么疼。当然碰到伤口就会很痛。头没有受伤？没有，我是这样下去，两只脚着地啊。我如果屁股着地，一定是那就惨了，就最好是瘫痪了。嗯，那克里斯多夫从马背上掉下来。脊椎就毁了啊！其实我运气很好，我脊椎有三节骨折。我本来身高是 173.5， 后来我去量是，后来好了以后去量是169，因为我有三节骨折，但是没有伤到，到目前啊没什么感觉，没伤到神经，但是脊椎缩小，所以身高减了4公分。好，然后肋骨断了。我还拿树藤，拿那个旁边有树，我去旁边的树捡回来，用求生刀锯掉，要绑起来。我觉得，所以后来才知道，第一滴血那个蓝波都是骗人的。脚断了你打开，你根本的啊，那个不用讲了，连爬都爬不出去。就这样在那边啊，有时候爬一爬，哎，还在原地，你好像。很努力，但是不行啊！有时候就是常常昏睡，醒来啊，就在那边。啊，2012年以后，我的稿费就没了，趋近于零了。你如果收支平衡，哦，不时有稿费，你还不会心痛，你还会持续有热情。哦，热情是被。生活的压力给压死，那要做什么事再回来做标本。我从80只鸟做到现在是700多只、哦、动物跟鸟了。然后我开始又做标本的时候，因为我那时候戴着老花眼镜，因为写书写到字到时间到的就有老花了嘛。后来我想说，哎，外在看报纸，我那时候为了拍鸟，我乱视很重了，300多度。350度乱视，所以我配眼镜很难配啊，只有硬式的隐形眼镜，虽然那个风沙就很不舒服，但硬式隐形眼镜它就直接贴在泪水就把乱视给处理掉了，所以我就配硬式的，我戴了40年的硬式隐形眼镜了。那我就在想说，哎，我早上没有戴隐形眼镜看报纸就正常了，哦，不近视，但是。在老花好像有人说是平衡的，就会哎，我没挂了镜，我就想说，我这表不卖挂隐形眼镜，戴这，哎，穿针都可没有问题，所以就又找到一个新生，就开始又做标本。一做标本，发现你的所有的技术不会退，就像你学脚踏车学会了以后，你很久10年20年没骑，再上来骑一下，摇摇晃晃两下，又很顺当。而且我这几年看鸟、拍鸟的经验，
让我对鸟的形态掌握更完美。所以我后来我发现我的，而且一直技术一直在进步。我曾经有一年做150多个标本，平均3天做一个，一年，很努力做啊，我都有记录嘛，所以有人说我在卖鸟，我把记录摊给你看，我家的鸟全部，我如果会卖鸟，我家不会堆这么多鸟啊，而且台湾根本卖不出去的哦，我也没有商业能力，所以我也不会卖，特此声明。然后就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啊，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好，做到趋近完美。以前我看标本都会有若干的缺点，但是我发现我可以做到趋近完美。那我觉得我这个我还有能力，我至少还手还没有抖，眼还没有很花，眼已经花了，但是眼又重生。我努力的保护我的眼睛，所以我骑开车这样都戴墨镜。老天既然给我这个技术，我应该要持续做下去。现在唯一困难就是弯刀标本堆满。你这个单纯的标本到生态标本，这个是怎么样转过来？就本来单纯做标本嘛，你就像我在摄影一样，你会发现不足的地方啊。可是你一追求完美，就是制造痛苦。所以你看我这边堆了很多树叶，对不对？我为了要如何让树叶不会枯萎，我那条路也是走得很远，走得很那个艰辛啊。那到目前我已经初步掌握树叶的那个如何去植物了。像这些都是野外取的，然后我把它干燥了。那这个就如何去把它配在一起，这个你就必须要去选别很多的植物，因为有很多植物，我常常讲，本来弯刀下墙角有一棵树很漂亮，啊，长在人家墙角，我又不想去给他拿。有一天他在清墙角，我看到了，我就好高兴，我说那棵给我好不好？他说可以啊，我就拿回来。结果呢，等它干燥了以后，一片一片叶子掉下来，因为它的特性就这样，叶子一干就会掉，所以还是要找不会掉叶子的，像无患子科的那个无患子或者龙眼或者荔枝，那个树叶干，即使干了它也不会主动掉落，这种植物就很适合啊。就开始你的痛苦又增加了，你要找很多植物，你看那边也是嘛，就是找很多植物来哦，我们就选素材来搭配一个景，那就会把它变得一个标本，除了科学性以外，还可以有一点点的艺术性，就整个一个完整的作品。